吧。我们的禁烟规定依然有效，而且不可以使用闪光或者微型报时装置，任何尚未发明的设备都不能使用。我们的表演时间短，在表演期间内请在自己的座位上保持通道通畅。哦，如果你必须离开，请与我们的领队员说。我是建议大家别离开啊。老板，饿饱了提醒，不，数数数，还有小心，不要忘了上次发生的事情，不时的出现闪光或一缕缕烟。是马克思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表演有时会稍微失控，但大部分时候是因为一些老主顾不守规矩。如果偶尔有闪光或者浓烟滚滚，千万不要惊慌，请始终保持在自己的座位。或者个嘣，大的爆炸，当然都是无害的。现在 Fandango 剧院很荣幸邀请大家欣赏加勒比剧团作品《加勒比海盗：风暴来临》。准备好了奇幻之旅，故事发生在德赖托图格斯群岛，那里鸟儿歌唱，阳光明媚，棕榈树随风摇摆。美丽的美人鱼，从前欺善怕恶的海军少将四处搜捕杰克船长，想要找回被偷的黄金。咦，有人在说黄金。黄金家伙的背包，那边杰克船长在他的大船上。哟，海盗哥哥哟，是时候抛锚了。你偷了我的黄金，你偷了我的芳心，我可以解释。杰克船长，你是游戏来。最差劲的海盗！啊，至少你听过我的大名。
方的夜鹰海盗，难怪这么眼熟。对，他是我东方前任船长童海龟算的红黄金，他前任船长答应了会释放做船员，能给他一部分黄金。可惜黄金到手之后，这个船长什么也没有给他。我给他留下那只猴子。哇！对，我们的那份黄金呢？笑，我是你们的船长，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过？我的意思最近。走。抓住他！
本国王陛下之命，判处所谓的 Jack Sparrow 船长绞刑，至少他眼睛、穿起、没血为止。不行，没有圣训，太不像话了。闭嘴！这是要你干出绞刑的。打扰一下，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尊重英国的良好传统。女士优先。绞杀他！去！今天也要把我给我吗？就以为我是海盗？我不都是海盗吗？宝藏湾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保护它，坚守阵地。我为了这个船长，我为了你们自己。更别说还有那堆黄金了。霍金啊，你们怎么说？无论什么天气，无论什么斯兰达力量，都无法阻止我将你所有。
我的英雄事迹吗？杰克，只有杰克船长才能驾鹰卷风，然后还能活着开玩笑。我没你呀，哦，那是不妙，海军上将可来逃跑。哎，不是船长，我们把他们夸大宝了，快一块跑架了。哎，船长，我们把他扔到水沟里去吧。不用，就让他站在这里。还有，继续祝我们船长吗？享受在宝藏湾的美好时光。